主料低分10克，鲜奶油50毫升，辅料蛋黄2个，白醋蛋清2个，砂糖45克，橄榄油 1.5 大勺，泡打粉1/4小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蛋黄加入15克砂糖，用电动捣蛋器打至砂糖完全融化，体积变大，加入奶油和油拌匀，将低粉泡打粉混合砂入二中拌匀，蛋清加入白醋打至粗泡，分3次加入砂糖打至硬性发泡，取1/3蛋白加入蛋黄糊中拌匀后，倒入剩下的蛋白中拌匀，倒入模具中磕几下，整出气泡，180度，中下层35分钟。烹饪技巧，要趁热脱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